啊，那时候是年份叫啊，哇，你俩也太久了，你是什么年份？啊。西瓜第二个吧，是这个嘛？肯定我们家那种，啊，这个老奶奶比较喜欢吃瓜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。今天的节目，下面让恭喜你生日，那叫萝卜，萝卜好啊，又烧给你，你在你那里他家了没？我妈又搞了没瓜啦？我包的，我原来我本来我家里有那个哦，那叫人家米的瓜，你的瓜都不要干啥哎？好，完了的，该谁来买了啊？我不要。完了，把你们说，该谁买呀？该谁？好点了呀？该谁啊？就那个，哎呀，我宝贝呀，就那个，该谁不帮助了没有？没来电了。啊，该谁不帮助了？哎，你以为你在我那里？哪位？你在我这我们这先生平安呀？你倒是有点不公平，哪位？哎，你说的啥？那就是你哦，大姐。哎，哎，你把叫什么妹妹？但是我没有误会。叫什么妹妹？人家刚才有人没有读，你说的，人家就不看啥路。他叫不认识，东南有小家的，他妈一不搞的，叫啥路？我牛牛毛牛来叫啥路？哎呀，不认识东南有。说的说的。不认识东南有。说的说的。不认识东南有。说的。